小伙伴大家早上好，今天风采去洗澡刚回来，全脸是素颜的，很久没见到我去洗澡的朋友们说，哇塞风采呀，你都胖了。真的我是胖了，我称了一下体重，看看我的体重有多胖，简直了。所以呢，我今天想了想，我还是为了减肉肉我辟谷吧。今天我就跟胃沟通了一下，我今天辟谷的第一天，我才洗完澡回来，我也没有口渴，我做了一组扣齿吞金全辟谷试一下。稍后呢，北溪的天气呢现在是下雨的，稍后晴了或者下午的时候，我会走我快乐的天行健。每天风采都在做辟谷功课当中，所以我的辟谷是自然发生的。我想辟我就开始辟谷，这次的辟谷就是为了减肉肉，重太大了。我拿出我两年前同样的衣服，同样的素颜，我对比了一下，我真的现在很精神了。我以前的样子看看，不用说，我们搁眼睛一看，我们的状态，我们的样子都是不一样的。